欢乐组的计划是在无人机上做一只绿色森林龙，龙背上有一个小骑士，因为要节省重量，他们想到了一个只用一个零件就做完整个龙头的好办法。评委看到这个创意都觉得很妙。姐姐说明自己从来没玩过无人机，甚至就连驾照也是最近才到手的，结果他们的森林龙在第二个门框上就翻车了，直接粉身碎骨。副组这边更是不讲龙德，直接用一堆香蕉零件拼出了一个反正他们自己说是龙的生物。正式竞速时由儿子操纵无人机，果然年轻人在这电子产品方面有优势，只是拐弯处耽误了一点时间。最后通关成绩57秒。胡子小哥组想到了一个能缩减重量又节省时间又兼并美学的办法，就是拼一只骷髅龙，龙背上的巫师想要复活脚下的亡灵，没想到胡子小哥就像吃了德芙一路丝滑过门。到停机最后只用了41秒。姐妹组做的是传统的西方喷火龙，连皮肤都是经典红，在第二道门前经典红直接撞了个粉碎。能撞得这么准何尝不是一种技巧。情侣组做的是蓝色冰龙，他们用迷你人仔零件放在额头上做龙角，整体重量比较大。最终成绩1分22秒，几乎是胡子小哥组的两倍用时。最后还是胡子小哥组凭借速度加分下又拿到了冠军，成为了乐高大师史上第一次6连冠。兄弟组的实力这一期完全是冠军水平，但可惜运气每次都差了一点。下一期夫妇组因为曾经去埃及旅游被震撼到了，他们想用砖块还原出记忆里的埃及，再增添一些探险故事。一对考古学家发现了被沙子掩埋的神庙，作品的布局和层次感都看得过去，就是说不出差在哪儿。而 Brickman 就很清楚作品缺少了什么。Great to see big characters like, you know, Egyptian characters on the front. 胡子小哥组搭的是探险队去山脉中寻找泉水的故事，视角向下就会看到一条难以跨越的大峡谷，泉水就在峡谷另一边，养育着附近所有绿色的生命。故事很清晰，但峡谷做得太深了，以至于整条河流都淹没在正面的视野中。评委也认为他们这次发挥不够惊艳。I'd also say that I'm not feeling that usual sense of high levels of detail, at least one thing to get me puzzled to go, how did they make that? 看来他们的6连胜记录就要在此次终结了。副组组做的是沙漠大峡谷，他们正在搭峡谷内不同颜色的沉积岩，但 Brickman 指出这些线条过于生硬。Looking at these stripes, it looks like someone's shirt. In fact, if you could lay down sideways, Max, we'd pretty much. 但想改这些大砖块里的细节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挨个撬开。所以他们最终只改了一些斜线。看到作品最终的效果时，大概率就能猜到他们这次要回家了。父子组在搭建这两栋大峡谷时，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扔掉了太多的故事和细节。姐妹组选择的是冬季主题，在其他组一堆灰色、黄色的山中显得格外亮眼。冬季应有的冰封河流和瀑布、雪中小屋和雪人，正面看强迫透视的效果做得非常真实，用人仔来填充故事部分，整体有种宁静和谐的美感。评委还提出了一个能升华作品的建议。Some sort of action, maybe a yeti up there or a big snowball coming down, or it's probably the big missed opportunity for you. 最终评选中，欢乐组的灯塔船和兄弟组的山林小屋挤进前二。山林小屋凭借着完美的叙事和超高的完成度拿下了第一名。父子组这边遗憾地成为了被淘汰的队伍。下一期。正常人都不会被这些普通的乐高砖块吓到，但如果把它们组合起来呢？然而，真正的鬼故事是。You have got.10 hours. 老观众都知道这个时长有多么苛刻。兄弟组因为上期赢了钛金砖，这期不会被淘汰，所以他们也终于能放入提示蜘蛛女巫。My birthday is on Halloween day, so this is my aesthetic. This is our aesthetic. 兄弟俩用平板画出了一个用蜘蛛脚支撑起整个鬼屋的计划灯饰。房子里的蜘蛛女皇拿着钛金砖，欣赏着楼下的捕食现场。兄弟组的这个造型绝对是独一份的酷炫。Brickman 也非常赞赏他们这种跳出舒适圈的冒险创意。Pushed yourselves. You really. 姐妹组的自信姐一直想要搭建一个大型的紫色凶宅以及房子。And call it a spooky miracle 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want to call it. 有钱组被分到的是复活怪，他们准备做一个巨型的复活怪物，两只手冲破实验室的屋顶。主持人经过3季的熏陶，已经可以成为 Brickman 的半个嘴替。然而空地的缺点，直接倒逼小哥做了一个创意升级。What if we had like the feet
bursting out of the ground. Hilarious. 万圣节当天，一位疯狂科学家正在做变态实验。苏夫组拿到的是狼人，他们非常喜欢小动物，于是搞了一个狼人度假村，狼人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每月一次的狼人变身。但搭着搭着，他们就出现了创作焦虑，觉得度假村方方正正，从前面的作品就能看出他们是狗狗叫的，基本每个作品都有狗狗出现，狗狗叫万岁。这次的狼人旅馆更是毫不掩饰教徒之心，他们做了月光变身区狗窝，瑜伽区也是清一色的下犬式。虽然创意可爱，但从作品完成度出发，如果本场是淘汰赛，他们大概率就可以回家撸狗狗了。